Hello，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国战，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今天五场国战的话，主要是一个雇人打工的一个小专题啊。那我们挨个看一看。第一局的话，先看一局啊，猛回头老哥。其实这一局已经有很长时间啊，放在我这边一直没有给大家看啊。来看一下这一局。那么雇人打工一般的几种比较常见的武将呢？一个就是这一局，你像恐龙，对吧？那么其他。像贝贝啊，放犬、小胖放犬啊，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还有像什么，其他有什么东西啊？反正都是一些辅助流啊，可能比较好雇人打工。好，那么开局的话，一号位呢是直接远位杀了一下五号位啊，后门这里的者话可能防偏位守一啊。线。那么二号位那边呢是直接开出南门，那么。可以标一个飞舞，主视角啊，猛回头大佬在这边的话是直接，嘿嘿，哎，明示啊，这个倒没有问题。反正恐龙一般来说嘲讽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的话你出来之后呢，这样的话拿个手酿，当然啊，如果有大嘴想手酿射的话，那就坑掉了。好，黄忠，铁骑加猎弓啊，拳拳偷个鸡，啊，偷你小鸡鸡，哎。最近啊，这个嘴里面，我今天啊又发现这个嘴里面是口腔溃疡了，所以说话很难受，吃饭都难受了。所以啊，我就不骚了，不浪了。嘿嘿。好，四五位啊，六号位这边，四号位倒是啊动了一下三号位这个点，跳飞鼠，然后后面的话都没有动，主视角呢是直接出来锁锁连环。过拆桥控一下五号位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启了我们的故宫模式啊。对吧？礼让给黄忠，那么这样的话，哎，我们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个辅助流，这个时候其他武将呢也不会来过分的动我们，对吧？你动我，我就给你的敌对势力来一发。好，那边各种无懈，最后呢是四号位啊反打一波，这样应该是无将。哼，那边的话六号位呢是直接跳一个飞舞，嘚个驾嘚个驾哈，黄忠啊还没行动出来。这样，我们这一个啊礼让并没能发替挥我出来。挡着，那边的话，小乔替我挡着，天翔弹一弹，我们主视角直接闪一个。你累了。那么那边啊，白河图，你累了，请做个大保健吧，对吧？小乔不动没有问题啊，他毕竟主打防御。那么机那不个于地方的此，话，除了以至暗四方。将去打一下六号位这个点，结果那是魏将。那么现在整体可能这边啊，那这个。这里的话有可能三无啊，有可能三无，三无产品。千这中边飞队友，点点那么主视角的话直接点，礼让给张辽。莫林拿来吧，张辽的话拿来吧，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反正现在整体这个雇人打工的这种情形呢，不算特别明显。毕竟他们你现在也是一个独苗，对吧？其他势力一般来说也不会来动你主视角这个点。好，那么乔乡的话，现在其实两边啊，无畏的状态整体都不算特别好。最后呢，五号位竟然是个队友，那队友你这个秉时候出忠来贞干之嘛呢？君，守谦退之才，本来主视角啊，在场上有完得全良田可在，以啊，何看愁看不无为畏撕乎？逼，几乎你于吕此，布这个时候以出至来四浪方。动一波啊，简直就是坑秉啊队友忠这个之底。君，守那么谦那退边之的才，话。哪里走？哪里走，对谁吧？你占到貂蝉先机，刚不死谁人就家，胜反过了。来被操一波啊！这样的话，群雄啊失去了一个队友。此乃驱那虎吞么，狼之计，驱虎吞狼之机，这个拼点有点尴尬。君怒不送知人头臣，啊，臣对吧？不这知是君，狗势砸脚哈、啊！关键是狗势送人头啊。那么主视角这里继续哈、啊，继续礼让走起来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继续给了张辽。哎有队友，那么其实我记得盟会的大佬当时发邮件的时候啊，那边这个聊天框里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把貂蝉当队友，对吧？碰到这种队友，果断卖掉哈。就本来完完全全可以看无畏撕逼，你偏要出来收个人头，何苦呢？老动他，我们也没怎么动他吧，对吧？这个我们啥时候动他过呀？替我挡着，刚才也就拆了他一把刀吧，开始的时候拆了他一个距离，对吧？不让他打我们，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接好，那么手现在场上的话，是
真姬张辽这个点呢又是被带走，当然还有一个位将郭嘉，这都是狗的比较厉害的托。那么交给你了。你看啊，现在啊主视角各种故宫的话，导致最后呢还是盯着吴将打，还瞧不起吕布貂蝉啊。那么主视角这个时候就不客气了，九杀一刀带大乔。那么随后乐不思蜀啊，控住大妮子，瞬间呢，那我们暗将一出，彻底的话直接把群雄奶活了，后面就盯着大梨子撸就行了，对吧？国家你现在肯定不要撸，但是啊撸大梨子有一点，就是小乔如果他选择谈郭嘉的话，这个点你就比较蛋疼了。所以的话打小乔啊需要点看时机。那么主视角杀一刀小乔越要不啊，但我感觉这一下应该来说，感觉主视角啊猛回头大佬这个点应该来说拿顺手去气囊，是不是？或者你顺手不要动啊，顺手的话直接给吕布，这样的话小乔他有手牌，他可以直接顺走啊，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对吧？刚才我觉得这一个顺手可能主要直接给吕布更好一点，替我挡着，无论是气囊给他或者说气牌给他。好，那么我们主视角现在整体啊，整体我们这一个组合在的话啊，华佗加李让的这个组合在啊，首先吕布的防御不愁，其次吕布输出的时候他小乔你弹我们群雄是没有用的，华佗在这边啊你怎么弹没有用啊。那么吕布最后的话是直接带走郭嘉，那么现在的话应该来说啊这个最后二v一很轻松了，对吧？你小乔怎么玩啊都没有希望。那么第一局这一局的话是一个前半段啊，我们让孔融去雇人打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大家替我来一方。可惜啊中途这吕布队友却坑我们啊。那么还好主视角这边留有一手，对吧？我们老头老医生啊老中医暗中观察，最后的话抓住刚才吴将一波空城的时机啊，带走一个热一个，直接拿到一个二 v 二。那么二 v 二阶段你华佗的话肯定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了啊，也不能叫绝对优势，反正优势很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说老实话第一局的这个精彩程度倒没有特别强啊，但是感觉这种礼让哎你就去博同情啊，就去绑架别人，这种打法肯定是可以考虑的。那么第二局由四五区的提三指清风提供的素材，这一局同样啊是有这个恐龙，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号位弃牌，二号位呢看一看啊，二倍速啊，二号过拆桥拆了一下五号位这个点，然后呢没有动，加一挂起扎拳容我三思，然后杀一刀上家纯田啊出来了。那主视角这边呢有大嘴跟恐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亿大佬，然后呢顺手往下家顺拿到一张距离还行，然后是一个闪逃无懈基本防御在手，五号位不动，六号位七啊过个拆桥。那么现在场上的话无畏这里呢看他们怎么打，嘿嘿，这边啊开出了一个南蛮，但是这个南蛮说老实话啊扎拳这么一个好的状态呢也不怕这个南蛮。那么主视角这边明示也亮出来问题不大，过个拆桥飞位啊以至四方。那么我们也可以标个飞舞吧，暂时啊如果有不对劲的地方到时候再调整啊，偏纯属一点。那么八号位的话无中生有，最后的话半神装挂起，这人王盾来说肯定是好命的。那么老诸葛啊把这个对吧你们这个群雄纷争怎能少了我蜀国呢、那么那边的话冠石挂起兵粮乐不思蜀有点溜啊有点溜，那么乐众的话曹老板感觉啊是不太能活得下去了。来看看扎拳且慢，不过刚才扎拳是不是回合开始的一个读条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是阴魂啊。这个我刚才没看清啊，没看清。那么主视角继续顺手还是顺下家？当然啊，这个顺手呢，对于下家来说有点过分了。然而主视角哎，打个巴掌给三个枣，还不是打个巴掌给个枣？那么这样的话，下家肯定哎表示美滋滋，美滋滋。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啊相当于利用下家来打工，来吧替我开万剑啊什么的，也可以标一个废物继续吧。
然后动了七号位，这样互撸一波。六号位是加德中也没有动，八号位弃牌。现在场上整体呢，其实还是大家啊比较和谐的哈，没有怎么大动作。老诸葛一刀火杀下去，刚才我们是明的都有给闪啊，所以五号位也不续。扎纯确认一下七号位的身份，那么这一下确认之后呢，借刀哦。这一借刀呢杀了鼠拳，当然了七号位我们本来就猜的是可能是鼠拳，那么主视角继续礼让给下家，九杀一刀带七号位。那边的话六号位又来动五号位这个点，那摸牌机，摸牌机呢读条，当然这个七号位如果刚才他是武将也有可能啊，对吧，来来开始放一个 AOE 啊，在扎拳的时候八号位没有动，那边火攻继续动一下七号位这个点，过拆桥拆一下扎拳，最后的话藤架挂旗啊，神防御啊。那主角这边拿了一大牢啊，也没有动桃子，给了下家去撸一下啊，就这么想顺手撸下家，然后顺手再来且慢过窄桥，桃子扒光啊，这个你看啊，所以主视角一直啊跟上一局猛回头大佬那一局有点类似，对吧，我们就靠这种礼让哎转移嘲讽的能力很强，对吧，我给别人手牌这个时候哎爱谁谁哈，爱谁谁。那么主视角这个时候决斗呢去骚老诸葛啊，可惜这里没有杀，最后给牌给老诸葛，看似一波给牌，但是呢实则上破空城，关键他还挂藤甲，手里有一张无懈，倒不续那个别人的火攻啊什么的啊。那边的话扎拳啊，七号看来是队友啊，那无非就是大师或者周瑜了。大师刚才也太怂了啊，都被打成那鸟样都不出来耗尸啊。好，那么这个局面的话，瞬间啊，主角当然三逃在手，可助权威，最后呢？这二v三的话，抓群啊，副将一直没有出。刚才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可能就是孙坚啊。好，那边陶文杰一开出来，无懈可击。哎呦，乐不思蜀贴啊，果然猴子啊。他刚才回合开始的独角已经暴露，那我们啊，礼让给一个年弩，可以。主视角的话，这边啊杀一刀干夫人，这边啊就是想要利用这个三尖两刃了。最后桃子给猴子再给一桃，猴子拿好不送哈哈。那这样的话当然啊这一波还有点小欧啊，小欧哎，这个寒冰一敲，结果呢两桃都没拿到，就有点尴尬了。干夫人吃桃没有距离啊，好评老诸葛关心留了两牌，那看来是给队友的了，那么队友的话这是给的什么事，哈哈这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放下好评了啊，刚才韩冰已经秀过一把，这样的话两个桃直接丢。那主持人你注意啊，这里并没有哎直接礼让给桃，而是选择给距离去打，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主持人无中生有被打无懈，那么这肯定是要无懈出来的，过河拆桥万箭齐发打一波，看老诸葛这个点能不能被带走啊。哎 nice 啊 nice天命难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前半段后半段衔接的就非常好了，对吧，所以你看啊，刚才这一个礼让我们给的不是桃让他回血，而是给距离让他输出，这个意图其实很明显了，我刚才都差点忘了副将大嘴了啊，忘了副将大嘴。这一局打的这一局应该来说比上一局要更加精彩一点啊，也不好讲，上一局华佗其实一出来，嘿嘿，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一局呢大嘴一出来就感觉啊，这个是啊，就是有种一锤定音啊，一锤定音，对吧。好，那么这两局啊，对，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这种啊孔融啊，然后配一个神将，你两局都有一个藏将的意识，华佗那一局就不用多说了，这一局大腿就是重派最后的一波收割哈，收割所有压把孙坚那孙坚孙权父子俩啊利用的打工非常好，没有问题的。好，下一局的话这一局主角没有标注啊，看一下吧，南宫笑笑提供的素材。那么这一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场上呢是主角啊有魏有蜀，最后是选的蜀将，
月英加魏延。五号位，起手刷没刷到锦囊啊，那么一波基本防御有的话还行啊，还行。那么一号位直接开始五谷丰登，那么我们主视角的话拿个杀呗，对吧，这样两难一万都不续了。当然这个五谷开出来之后啊，难万的效率就会非常低了。好，那边的话知己知彼，看一下我们五号位的主将瞬间暴露了。二号位三张装备挂起，这里又去突了一号位，那可能会偏位将啊。然后三号位又杀了一下一号位，还去搞远位，这感觉像是两个位将啊，两个位将。好，那边的话顺手转羊，四号位是动的三号位装备啊，那么没有别的多余动作，主角还是一个弃牌过的，没有什么太问题啊。好，那么老诸葛的话杀一刀下家，年弩裤裆掏大气啊，知天下大事啊。那么这边的话 AK47 啊突突突出来之后的话，关键啊，这是一个应该来说还是对于场上的局面很有影响的一个武将，结果出了大事。那么这个年弩啊物超所值啊，那边桃园街一开出来，一号位自己回血，八号位刚才是不是有个毒条没看清啊，三号位看一下二号位的主将，那边的话击鼓于此以制四方，那么这样的话农民红袍兄弟秀一秀，二中一还行啊，50%。那么那边啊，三号位结果呢是群雄啊，一致四方。南蛮如今打出来主角，直接出南蛮就行了。那么现在场上的话，这里农民肯定是要被针对的。当然，两个屯田啊，主视角在他旁边啊，显得有一点点尴尬。打他也不是，打他他肯定拦住你，对吧？不打吧，这个也很难疼。那边的话，教主雷公，哼，雷公助我，哈，农民很尴尬，这他妈都能劈中，对吧？四分之一概率，啊，那边的话，用不背弃，当然这个四分之一只是一个粗略的啊，你按照真正的道理，应该是从牌堆里面的黑桃总数啊。好，主视角的话杀一道华佗啊，这个时候其实主视角作为蜀国呢去杀华佗没有问题，现在你作为暗蜀的话，华佗本身农民就去盯着他打，对吧，你这个时候再去动他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场上又出了许褚，那么瞬间这魏将肯定是要拉嘲讽，其他人呢可以顺势推舟啊，对吧，靠船下高，谁打他们我们就跟着打。一号位，哎，但是这里一号位啊谁都不惹，那边的话马老板出来开一波工资，那么瞬间魏权对峙啊，魏权对峙有一个调戏，那么蛊惑的王万血手亲对指节，万箭齐发应该有闪吧，教主没有闪很尴尬，农民是有闪的，那么我们这边啊直接闪掉没有问题，敌点也不敢卖，还交缠的话再来一刀九杀防的好评，你看就是老司机防九杀意识还是到位的，何愁不破敌，南蛮入侵再来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李典手上会不会默默掏出一个桃呢，该有的还是有，那么这样的话农民这个点呢击鼓于此以制四方，又有桃，这个一波劫命啊有点溜，欧气到手，老头远交进攻锁锁连环勒布斯直接出去，最后的话杀一刀还是有闪，这里农民啊这一波劫命的这个质量非常高啊，有逃有闪，当然啊这个勒布斯属在教主面前肯定是要被撸的。那么主视角我们可以看一下杀华佗先三间再拍啊，但注意啊这个三间暗中观察操作，桃子救起就是想让苟货卖一波，天下大事，因为你作为暗将收不到人头，那么最后的话嘿嘿我让你卖一波哈，卖一波那边啊表示别是骗牌的吧，别是骗牌的吧，当然是不是骗牌后面啊再说，一逃换三牌，那边扎拳继续出啊锁锁连环把暗将啊动起来，当
当然了，他这个时候动我们暗将没有问题的。暗将其实这种打法的话，应该来说，哎，你看啊，抓拳很有意思，很到位，就动你怎么地，一掷四方。那么主视角现在啊也很危险啊，很危险。巧施美色，巧施美色，农民这个点还是不死啊，还是不死。那么那边的话再留一神童啊，李典是各种为了救队友，保农民这一下啊很是牛逼。那么教主的话最后这一拍呢并没有选择拍下去，而是直接给自己清囊了。但你要知道，你这一下如果不赌一下拼的话，那你后面啊基本就是可以GG哈，GG。那么由于主视角的属性啊，虽然是一个三血不慢，而且刚才没有出，虽然关键是救了农民啊，所以农民他现在的话不敢动你啊，不能冒这个风险啊，不能冒这个风险，因为队友刚才如果不出的话也是啊有那么一羞羞可能的。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所以你看啊，从刚才的那一逃呢，整体让农民形成了打工啊，整体之后的话，那么主视角这个时候出来月一我们就不多说了，一掷四方。这支笔看一下手牌，还有张南蛮啊，还有张南蛮。那么老诸葛的话，哎，那最后的话放拳关心 nice， 这个可以有啊，这个他直接放拳给我们摸两张锦囊到手就有了，锁锁连环呗，一波带啊，一波带。最后的话来一刀下去啊，直接扎拳啊！当然还有个主将，主将的话如果是僵尸其实也不算特别虚，关键现在是这一刀下去的话带着两人啊，比较赚，比较赚。僵尸僵尸不虚啊，僵尸不虚。那么老诸葛的话哎还虚了一逃 nice 啊 nice， 那边最后直接投降了，对吧，打持久战。虽然我们说扎拳呢单挑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月英啊和关键是老诸葛这个时候控三张牌，完全能够看到你的僵尸啊、不去牌，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啊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好，这一局啊关键的一逃啊让农民啊起死回生，最后保证了他们啊魏将能够打工啊，也不能叫起死回生嘛，就骗了三牌对吧，然后去迷惑他人。关键啊，不过我们刚才这个也很危险哈，对吧，那个扎拳刚才打了我们啊无力反击啊，救到一些了。好，我们接着看这一局，这一局的话是由高振九区高振祥提供的素材，那么主视角是一个二号位月英加贝贝。那我们刚开始今天视频的时候就说了，一般还习惯性故宫或者说很适合故宫的武将刚才其实已经都有了，小胖啊恐龙啊这边的贝贝对吧，这是比较三个比较很经典的一些武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三四位都没有动，张合的话直接出来巧变拿向两家，然后呢南蛮入侵也开出来。当然他这个四血武将的话整体感觉啊这么开局出来了啊有一点点呵呵。好，那么哦这局啊当时我标注的是啊、觉得有一点点争议啊，可能有一些打法有点争议，我们待会儿再看吧，具体的剧情我也记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是11月2号啊，存着的，已经过去快20天，已经过去20天了。好，那么现在场上的话，张合啊一波输出有队友，然后呢下压三血不满，那肯定是直接往死里怼。但是人家孙笨啊，江东小爸爸。好，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啊，打到现在啊，虽然出了四枪，但是还没有蜀国出现，这个是一个利好的局面，对吧？没有蜀国出现，这剩下的三个势力肯定就互相打工啊，互相撕逼。江东子弟何惧天下？嗯、不出啊，没有。那么孙笨最后挂了藤甲，七号位加一挂旗，董胖横针来一发，岂能空手而归？那么这样的话一波大横针啊对于魏将而言肯定是啊比较惨的，这还一拆桃子没了啊，坐山观虎斗国家啊。嗯，刚才有个读条啊，望戏还是不像有悲歌的读条。
好，那么董胖的话，这一步啊，我们可以看到带走吴国，坑了魏将，主视角作为嘿蜀将在此的话，吴中生又直接出来，然后呢决斗骚一下郭嘉。策谋本天成，郭嘉有桃李就没有办法了。那么雌雄还能发挥一下啊。罗啊，生辰。南王主视角最后呢是直接啊，这个直接啊一波。呵呵，这一波牌给的真是啊，年弩一起给出去了哈。那这样的话，香香啊，关键是我们看到香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虚的啊，还是有点虚的。这么一波年弩突突突的话，我当时是不是觉得可能就是可以直接录还是怎么的啊？好冷啊！那么这样的话，香香啊，这一波直接年弩突下去的话啊。但是他比较怂啊，比较怂，最后没能集火一家去打，对吧？还留着七号威胁，年弩也换掉，最后就保证自己这一个状态。你想看、啊，他要是刚才啊，直接年弩突下去多好、啊！但是并没有。那这样的话，主视角一波啊，仁德变相的让香香打工了。那边的话，断肠队友双白板，队友双白板。但这个时候啊，尽量的话肯定是先动香香了。对吧，董胖那个点还是留着，香香不死这一局你难打，以德服人，乐不思蜀。那么主视角啊，由于队友那边呢已经成为双白板，你这一男一万开出去啊，也就打一打香香，一个是一个，那尽量是这一男一万啊留着，到时候直接带香香飞走啊，那是比较好的一个局面。甲鱼灌石路一波火攻，哼哼，来杀一刀还是可以的，最后万箭齐发，对吧？为了带香香不择手段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啊，给一排南蛮入侵继续骚起来啊。那这里有了无懈，无懈的话留着关键时候用啊，因为明的是给了他一张杀嘛。香香这个时候呢有了年弩，但是你看、啊、无懈就很关键了，对吧？留一下，最后香香还有酒。那边永诀，但是啊一些很容易被玩伤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当然这个局面现在主视角呢应该来说，我从血线的状态来讲的话是最好的，持久战关键是带走香香这个点。哎，主视角这个决斗啊啊，主要是没敢动香香啊。那么最后这里呢，主视角还在继续给香香喂装备，这个其实说老实话啊，大哥你这个动作很危险呐、啊、很危险。那么无懈也没有去打他，就是想让香香打工，那么最后还来顺就过分了哈，那直接打无懈。那你看啊，香香这一波的话直接啊形成了自己的优势。谁的都是我的。那么主视角反而呢成为了一个两人之间的一个最弱的了，没有装备啊，没有装备。那么对面呢娘家看一看，互相打一打。主角没距离，杀一刀女萌，桃园结义，这个时候啊其实就是看心理战了，谁更那啥哈、啊、谁更那啥，对吧？主角杀一刀甲鱼，能救一个是一个，然后这一下并没有再仁德了啊。好，那么主角手里呢这个暂时啊也没法续报哈，那么拿了一张过差啊。那边的话甲鱼已经开始针对主视角这个点，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回血过差桥拆一下香香加一，最后的话九杀甲鱼啊，九杀甲鱼。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啊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呢单跳啊还是有点蛋疼啊，有点蛋疼，对吧？这香香也不是吃素的啊，你这么贸然啊收走甲鱼跟一个克己相打，还是这个制衡状态啊有点让人不放心。嗯，这个可能是我当时审稿的时候觉得啊这一局最那个的一个点、因为毕竟克己，对吧？然后你虽然月英啊极致是不错，但是呢一旦女萌拿到年弩之后啊续报一下的话，你这边、啊、可能就很尴尬啊。福佑主吃桃，对吧？你看现在其实单挑的话，这边还是显得有那么一丢丢的被动，运气还比较好啊，对面都没有闪。决斗，哎，
女魔也开始输出了啊，能救一个是一个。这女魔什么牌啊，太烂了吧，这一张闪都没有啊。锁锁连环，这里选择敲锦翼啊，敲锦翼怕顺手吗？怕到时候人王盾，然后默默掏出粘弩。那么主视角这个时候啊，拿到了粘弩，过个拆桥啊，拆对面一下。当然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拿粘弩其实还是啊动作比较危险，对吧？对吧？还好有加一啊，还好有加一。那么再来一刀九杀，对面呢最后啊还是运气不太行啊，对面啊。主要主视角刚才啊几个关键的节点，你看麒麟弓啊把锦衣敲掉。虽然挂了粘弩之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加一就能保住，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王盾的防御，整体还是对面啊运气不是特别好，一手的杀就是啊没有距离，很尴尬啊。所以主视角刚才那个敲锦衣啊还是非常帅气的一个点。当然啊，我觉得瞬间把甲鱼带走，感觉这个制衡局也行吧，也行吧，对吧？日久生变。好，最后一局不是故宫了，最后一局是一个控安将的意识。这一局呢主要是个小细节，然后呢我想来想去也不好放在哪个专题里面去搭啊，所以的话就直接啊，正好故宫的局啊，故人打工的局不是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拿出来啊放在这儿讲一讲。这一局由这个宋剑行提供的素材，看一下吧，看一下。如果没有兴趣可以直接拜拜啊，明天见。好，这一局的话主视角是一个五号位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一个还行啊，还行，特别是姜维这种有挑衅，对吧？那么开局一号位陆神啊就开始浪骚一个，主将会不会是僵尸呢？想想大 boss 啊，留得良田在。当然了，陆神在这边啊丝毫不惧农民的，对吧？有本事你来顺我呀，哈哈。啊，话就放着，能受到我，我喊你爷爷，对吧？除非断肠。那么杀一刀在勒布斯鲁控一下，农民这个点，勒布斯鲁天过了，陆神比较尴尬啊。那么这个开局其实陆神我们知道啊，这种打法一般都是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三号位无中生有，南蛮入侵又打出来，带我看我的。小小把戏，击鼓于此，以至四方。好，那么这里跟南蛮的话，本来想说啊，都是这两个啊，都比较怂啊，都比较虚这个南蛮，但是、啊、最后人家就直接明确，老子就是跳鼠群。那么更多的应该来说偏队友，四号位开出了五谷分担。那么主视角的话，先看南蛮压一压对面的血线，然后呢可以考虑远交进攻。那边曹丕出来了，那么瞬间的话这魏国做大就是要刚啊，远交进攻来过拆桥，拆一下曹丕。选择怎么挡，直接再撸一下农民两钻石，撸一下桃子也不要了啊。因为农民啊这么多屯田在手的话，如果到时候他拿到自己的机会，减四啊，他是减四，减一到这儿，完全能顺到我们一下啊。这个主角也扔了桃，那边那边的话是又出了悲歌啊，悲歌。那么现在整体这个局面呢，又跳一飞位啊。那么现在这个跳飞位，由于场上呢都有这个势力，你也不好判定他是哪家的。罢了，三号位杀一刀相向啊，然后最后弃牌。蔡文姬不动，主视角呢，关心也出来了。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不如啊用一个无懈，对吧？把这关心留到最后时刻去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视角是直接撸六号位暗将，这个我觉得倒是。刚才动了什么呀？动了什么？最后还是弃牌了。那这里打的还是比较浪啊，比较浪。虽然说是控安了，但是这么一血，刚才六号位整个也没有干太多的事吧，对吧？六号位从开始五谷是拿的一张知己之笔，然后知己之笔他是看的七号位的手牌，也没有啊，也没有怎么动。看我的，小小把戏。
刚才啊，其实七号位这个信息不算特别多，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陆香香出来一波大动作啊，审视为先。八号位是动了一号位这个点，那么他动一号位的话，很有可能现在这两个武将都有有队友或者蜀国的可能性哈，可能性。火柴桥顺着战羊，主要打一个无懈，那边的话最后还是人王能拿回去，看看三号位啊。火柴，看我的厉害，看我的厉害，再上啊，再上，有种别念哈。哪怕只有一线生机，我也不会放弃。拿了一闪一闪，南门如漆，这里的话就针对曹丕了。然后呢，杀一刀香香啊，没有动曹丕那个点哈、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是三八位这个点，杀曹丕一刀，八卦判定啊，三号位简易挂起。节奏现在感觉很慢啊、天文地理丞相所教，为铭记于心。主角拿个远交进攻，最后呢给了一张借刀曹丕啊，九杀一刀暗将。哎，等会儿八号位刚才我们是不是他不是有个丈八是拍的一号位，刚才看错了，把他杀死的二号位。你累了？好吧，刚才看错了啊，看错了。这个。以今日之大事，当行此计。国之大计，甚是。那边的话，现在就是吴将啊，一波来一发啊，一波来一发。悲歌可以荡气，远望。刚才应该是曹丕拍的啊，看错了，看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所以主要刚才去拍了这边啊，拍了这边，短伤还可能。那么最后的话，队友一波出呢，是直接炸出。现在整个局面呢，这一局也就这样吧，也就这样，对吧？哪怕只有一线生机，手里蓄两桃，然后刚才呢，砸暗将把大桥砸出来，瞬间呢，吴国就被动。被动之后呢，当然啊，这一波之后呢，你蜀国这里肯定是要招嘲讽，曹丕直接被闪电控走。那么后面的话，二 v 二还有勒布斯五看着大乔，但是有个克己比较蛋疼，还有一个蔡文姬。笑什么笑？叫你得意。啊，这一局，也就这样，也就这样。沈家一刮起，没法流离，走啊走，还好没逃啊。还有没逃，国柴桥杀一刀关羽，决斗撤，决斗两张红杀。好吧，好吧，以为蔡文姬砸脚啊，人家还是有准备。但是啊，这一波决斗呢，却把这个挑衅啊给自己坑掉了，对吧？那么最后，主角呢，这里还是本着啊自己在这边啊去稳一波的角度吧。那么蔡文姬这里很有可能死剑各种来啊，哪怕只有一线生机，我也不会放弃。五五风灯，南蛮，两兵器吧。南蛮其实二也可以自己拿呀，自己拿。那结果又被我们拿回来。那边悲歌的话，死剑刮一下。南蛮主视角有桃啊，也不虚的啊，也不虚的。这一波还可以，还可以。忠心赤胆，最后就很简单了啊，很简单了。这一局也就控了一下暗将啊，先打入鱼，打大乔，对吧？这两个，其他也就没有什么了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感觉还是这局留的有一点点的，行吧，行吧，就这样啊。最后的话就谢谢大家。